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我，所以即使在一起不再觉得好寂寞，你总说我们的未来，却觉得我在思考沉溺在你不见的手机世界里和你歌词里的辞藻，让我觉得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分开。你装作很理解的样子，但心里并不知道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到底有多糟。我的嗜好不是名垂青史，而是我们能把日子过好。我并不需要你给我买包，我只想要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能负起责任每分每秒。我还要怎么样才能让你明白，我其实没有在哭的时候也变得不再爱笑。我也想要时刻都被人给保护，可也像我给你做早餐一样的被你照顾着，但或许你没有办法成为那个照顾者，所以我想跟你分开，再也不要复合、yeah。你该怎么走下去？在意的人不再爱，当他们都走了，买你的人不想买你了。你该怎么走下去？怀疑的人还在怀疑着。谁问？他们都走了。你也长大了，再不是那个小孩子。我只希望你能像个大人一样考虑问题。总问你想来想来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但你的回答统统。我让你继续斟酌，当初为了你我和你爸都换了工作，从成都搬到深圳，为了维持你国外的功课，住在出租的房子里，孤独的让自己忍受着起码年纪本不应该承受的痛和苦。你抱怨眼前的障碍没法冲破，那你有没有读懂过我们生活里的窘迫呢？我给你自由不是为了看你下落，现在你给我的压迫让我觉得心都快被戳破了，但不论如何你都听不进去。我像你耳边苍蝇的经历，遵循着定律，但在心底我早就已经问心无愧，因为毕竟不堪疲惫的我已经尽力了。爱你的人不再爱你了，你该怎么走下去？在意的人不再在意了，当他们都走了，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。我想象这结局只是为了也许把自己麻痹，好忘记他们对我无休止的抗议。我承认我前面不许真的是一堵墙壁，因为我抗拒的东西它叫做生活定律，但只有在音乐里我才能找到一丝平静，所以我沉浸其中俯瞰过去的曾经。我真心感谢你们留下的美好声音，在我脑海里不停回荡和现实难以分清，但最对不起你的是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最害怕的事情是对不起我自己，所以无论如何飘大祸怎么跟你吵架，不最让我心痛的人他从来都不是你，而是我自己。你该怎么走下去？在意的人不再在意了，当他们都走了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